对，不要太快，太快的齿润都齿润都没加油的里边儿、哦、啊，这里边还下边齿润没加油，会产生噪声。一是还一个是会产生噪声，一个呢是，对齿润磨损太大，啊，那汽车一刀里得慢慢磨损磨损。行。啊这是40米了，啊，这就该40米了。